好啦，暑假上太空旅行不太实在，计划个全家出游好了。你会不会担心小孩子不想跟呢？在日月潭一家饭店就推出了海陆空的夏令营，有大人可以住在舒服的五星级饭店，小孩呢就可以在外头露营哦。参加饭店举办的空中攀岩、扎营过夜跟水中游戏等等活动，可以让大人玩得无后顾之忧，小孩呢也可以玩得很尽兴。跑几步跳下水，比看看谁跳得准，接着丢接球和水中寻宝，每项游戏都让人泡在清凉的游泳池里不想起来。慢慢来。顶着蓝天白云艳阳，一面攀岩一面欣赏美景，在半空中眺望着日月潭，玩玩刺激的游戏，还有比较静态的，随着音乐做着健康操，接着晚上睡的营帐也要学着自己搭，就把它拉过来之后把它勾起来，这样就好了。都睡着了，对不对？舒服到都睡着了。为了让全家大小都能够度假，日月潭有饭店特地推出了海陆空的夏令营，大人可以放心的把饭店当成保姆中心，亲子度假，父母亲也能够单独享受两个世界，而小朋友更是能够透过海陆空多种体验，在夏天里锻炼体力，培养耐力，还可以不靠爸妈学习读书。